手们看起来状态都非常的不错。哎，胡子啊，这是第一局是来到了教练这边，那个呀，东东哥，红色方由滔博的优先选边在蓝，所以红色方要怎么去应对以及康特位的应用啊，来看一下教练是怎么部署的。是的，红色方现在蓝博，我操，我也喜欢这个，就很帅呀，这个很怎么说呢，他的性格很好，就是有意思的，就是这个是这个性格很有意思的，比如把关键的这个点像炸弹人这种团队型的，或者说像兰博，哥们看比赛了，但这个人在干嘛，打死你，不要打死你啊，下载吗，你们说的意思是先下载可以啊，这么急吗，别急啊，你们就你们太像看那个游戏了呀，哎，怎么李俊给我发了 CD key 啊，那免费的，我操，等一下我那我下载一下，这么快我直接有了130啊，这么快我感觉嘛，看起来比我那个玩的游戏简单啊，感觉这英雄的动作比那个简单一点，是吧，那个游戏是按了不会动的，是有延迟时间，我觉得这个延迟时间比较短吧，看起来您是第一次玩的吗，第一次玩的不可能动作那么快的，是他反应玩的呀，就是那个游戏是反应玩不了知道吗，我玩的那个游戏是反应绝对是玩不了，是需要知道这 boss 的动作才是能玩的，是比较新游戏嘛。还有我觉得那个我之前玩的老土嘛，那个游戏绝对是恶心了，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才能玩的。我觉得这种游戏很适合中国呀，是不是，我觉得这个白金吗，这黄金，这看的画面这很好看知道吗，这种加什么这闪或者地这种，哎，还有衣服，我应该下载完了是不是，哦没有，需要我看直播剪了一半的速度知道吗，我刚才1000剪了一半500了，